问一下下啊，大家很迟诶，大家今天干嘛？还有一半的人，播2分钟啊，他们没有进来，我直接开始了。准备一下你的课本啊，还有那个练习。OK，好了，来大家啊，开一下 video 啊，OK，我们开始先啦。你看一下课本的第122面来的 video 看呀，OK，伟汉、佩恩，OK，佩恩在呀、啊。OK，看一下这个 system run 干嘛的？今天我们看人类的啊，OK，上堂课我们讲了那一个陆地的有脊椎骨的动物。还有海洋的有脊椎骨的动物，对吗？好，然后我们讲，哎，那个海洋的呢，它是依靠那个 water buoyancy 啊，它是依靠那个水的浮力，daya abungan air 的哈啊，来支撑它的这一个体重的。OK，比起那一个，所以它的因为它的那个骨头呢，它的支架啊。是比较小的，比起它的身形啦，那个比例是小太多了。OK，所以今天我们看人类的哈，人类的有什么啊？OK，所以我们人类呢啊，这些你现在要知道一下了。OK，其实也很有趣的，因为是我们的嘛。OK，大人啊，这个是成人，206个骨头，小孩不一样啊，baby。其实这个 baby 几多我忘记了啊，那这边下面有，OK，baby 有275个。骨头啊，它出生的时候，然后当它成长的时候呢，有些骨头会连接起来，所以一个成年人呢、啊，他的骨头是206个的，看到吗？OK，就是这样啊。OK，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啊。所以人类的这个 skeleton 啊，整个这个支架让干嘛东西有2个部分，一个叫 ranga bassi，一个叫 ranga appendage 啊。你可以看到了这边 axial skeleton，还有。appendicular skeleton，所以它的差别是哦，axial skeleton 是头骨、脊椎，还有这个讲头骨、脊椎、胸口、胸膛，看到吗？OK，头骨等高的啊，脊椎、胸口，这个什么肋骨，OK，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想象一下，哦，你把那个头拔出来，那个头会粘住它的脊椎骨，脊椎骨会粘住它的这个肋骨。那 就想象一下，OK。其他的就是叫 ranga appendage 了，appendicular skeleton，OK，、okay? 就是我们的包括这个 pectoral，就是肩膀这边，手，那个英文啊，limbs 就是手脚，upper limbs，lower limbs，upper limbs 就是手咯，lower limbs 就是脚咯，OK，pelvic girdle 是那个臀部屁股那边，OK 啊，人工安 pelvic，所以。这个就是 appendicular，可以想象到啊，所以你要用想象的，不要死记。OK，死记是那些名称哦，其实我们也没有真正在死记，就是看多了你就记得了的，真的是会记得的。OK，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个，你的课本啊，OK，说 ranga bassi axial skeleton 啊，我们看头骨有什么特点啊？OK，说头骨其实怎样分呢？你有没有听过人讲哦？那天我听到梦，谁跟我讲啊？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讲他去看骨头的医生，因为我去看骨头的医生，我的膝盖有一点问题嘛。然后他讲哦，他之前也是看骨头医生，然后周末呢，因为他哦，然后他脱臼，他讲啊，真的会有这样的？我听过啦，不过
就是身边那个朋友这样跟我讲，我才发现哇，很真实这个东西，就是他打哈欠，然后他的下巴就脱臼了，你知道吗？然后医生就跟他这样弄回去咯。啊，所以 OK， 所以我们的头骨其实呢，它还有分，它有分两个部分，一个叫 cranial bone 是 protect the brain， 你可以用你的笔啊，把它画出来它的重点啊 ，OK， 做什么的？它们的功能啊？独狼 cranium 是保护头脑，说上面是 cranium， 看到哦 ，OK， 接着脸颊是给我们那个形状的支撑的。独狼 muka facial bones 是给我们 provide 一个 basic shape 形状 ，OK， 或者是 framework 就是有那个脸型哦，对吗？哈，还有呢，给支撑我们的牙齿的，牙齿要粘在那边，对不对？啊 ，memberikan bentuk asas，OK，、okay? atau rangka muka， 给那个基本的形状给我们的脸，还有支撑牙齿，主要是两大的这个功能 ，OK，basic、okay? shape or 的这个是一样的，其实，嗯 ，OK 啊，啊，两大功能呐、啊，那个是骨头的，哎，这个是脸的那个骨头 ，facial bone，OK， 现在有比较新的科技是、哦、也不是讲新啦、就是已经有这样的科技、哦、他们找到骨头，他们可以重组啊，看这个人是长什么样子的，就是大约啦，当然、哦、他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嘛，如果我们把那个形状做出来，然后他有胡子咧，那你懂是不是他的毛长几多，还是他肤色怎样，不懂了吗？但是形状是有办法弄出来，他们有办法重整，找到了，比如说是一个尸体还是什么啦，他们要找回他的身份哦，啊，看回他的样子。然后有些是好像叫什么化石的那个骨头啊，你知道吗？好像马来西亚有 Barat Man 嘛，对不对？不 ，Barat Man 他们应该没有做，比较国际的啦，我看过的，不是国际啊，那个 Neanderthals 你知道吗？那个叫什么 ？Neanderthals 叫啊，雪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Neanderthals 另外一个人的品种。啊、我可以按这个，他们重整他们的脸型出来，就是另外一种人类的品种啊，在他们绝种之前，以前有这种人类，以前有很多种人类的，现在剩下一种人类就是我们了、啊，我们叫 Homo sapien， Neanderthals 叫 Homo Neanderthalensis， OK， 我不懂啦，这个化学名字，它的科学名字啦，哦，它有另外一个名字这样 ，OK， 所以这个是它的，所以他们也有。就是找到骨架嘛，你知道吗？就可以重整那个样子出来咯，组成。Hello， 你进不到啊？哦，怪不得。OK， 好，我现在 send link， 怪不得这样少人进来。你们用 meeting ID 跟 passcode 也可以，我现在 send， 谢谢你啊。OK， bye。哦，哎，我没有放 link 啊，原来。来，我们来。好笑的哦，说你们是很班耐的一群啊，你们用 meeting ID 跟 passcode 进来哈，应该哈，他们应该是会的、啊，我就不信他们不会，不要紧，对吗？风风 ，OK， 哎 ，safe 好不是？啊 ，OK， 按了吗？啊，我刚才又 call 我班耐，我没有发现到。怪不得啦，我就讲这么简单词的哈，其实、哦、OK， 我们可以看这去先哦，我们这样我们看多一下这个先啊，等他们进来一下。其实以前还有很多种的人类的，这个是其中一种，这是最靠近我们的咯，而不是讲靠近啊，最后的剩下他们跟人类好像是，哎，跟现代的人类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种，然后年的都是比较大只。相比起来啦，他们的头脑也是比较大的，比起人类。所以其实大家也是很好奇，为什么绝种的是他们而不是人类？然后他们讲，现代人呐、啊，都有一小部分的基因是Neanderthals的，也就是说，当时啊，确实有。怎么说呢？混到年的都就是有年的都是掺现代人哦生出来的孩子这样哦，掺 Homo sapien 因为我们叫 Homo sapien 嘛，是就是有混了嘞。等下刚刚有谁进了来？伟汉组成，伟汉本来就进来，立即啊、
还有 Jensen， 看一下以前的，还有其他他什么啊？Species of humans 啊？等一下啊啊主持人啊，我们在等大家进来当就看一看先，应该要看这个，应该要看这个。哇，还有个种呢！哎呀，我的 Zoom 有点卡了，奇怪，那个 Zoom 怎么会卡的？你们哦 ，OK OK， 哦，真的是卡了，我的 Zoom 怎么会动了 ？OK， 不要紧，等一下下啊。所以我们在讲头骨。哦，我不懂你们听到我讲话没有吧？不要紧 ，OK， 我们在讲这人类的骨头。所以刚才呢，我们就在讲之前的那些以前的人类啊，哈，他们的骨头有点不一样啊，这样先。Jensen 进来了。OK， 所以我们在讲这头骨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其实呢，基本上啊 ，OK。Ranga Baxi Exoskeleton， 你可以看一下你课本啊 ，OK， 它包括了，你要想象啊，刚才我讲啊，你把那个，你想象一个，你想象就好了 ，OK， 把那个头拔出来，那个头呢粘着那个脊椎骨，脊椎骨粘着那个肋骨啊，这一个架子就是 Exoskeleton Ranga Baxi， OK， 手脚、肩膀还有臀部是另外一个 skeleton 啊，叫在哪里？下面那一个 Appendicular Skeleton， 可以吗？OK， Ranga Appendage。OK， 现在我们继续看先。所以我们讲到头骨呢，有分两个啊，一个是 cranium 或者是 cranial bones， 还有一个是 facial bone， tulang muka。所以上面跟下面呢，基本上 OK， 上面是保护头脑的，下面是给我们脸形状，还有支撑着我们的牙齿，因为牙齿要地方粘着。OK， 来看第二个，脊椎骨是怎样的哈？所以人家问我们脊椎骨有多少？节啊 ，OK， 现在你可以看了 ，OK， 有33个 ruas tulang kecil， 或者是我们叫它 vertebra， 英文啊 ，33 small bones or vertebrae， OK， 所以这些骨头呢，全部是连接成哈一个很强壮，而且它重点是啊，它可以弯的 ，boleh melentur， 强壮是肯定要的啦 ，OK， 还可以弯 ，flexible 的 column。This vertebral column has a very important function.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脊椎神经。所以你有听过哦，如果脊椎骨受损的话，脊椎那个人会瘫痪了，对不对？因为脊椎神经在里面。OK， 所以这个脊椎骨是非常要保护的、啊。很多人哦，到一定的年纪啦，他们会发生一个，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叫 slip disc。Slip disc， 你这样看啊，脊椎骨啊，大家，我给你看啊 ，slip disc 是什么啊 ？Slip 有没有这个 ed 的嘞哈 ？Disc 啊 ，OK， 我给你看什么是 slip disc 啊？有没有明显的？这样，你可以这样，所、so, 那些骨头跟骨头之间有软骨在中间，你知道吗？那个骨头啊跑位，那个软骨这样跑出来。说你它会怎样？它是一个圈吗？是不是？它不是顶到里面的脊椎神经咯，压到咯，所以它轻微的话啦，它就是开始痛，痛痛痛痛痛啦。如果没有去医治，还瘫痪了，因为还是跑位嘛。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要跑好保护你们的脊椎，看到吗？哦，它在压着，它跑位啊，可以跑出来跑进去，我不懂啊这个。哦，但是我知道的是叫跑位，它 stick 出来了。这个是 bulging disc， 这个是肿哎，它就压到里面的那个脊椎神经咯啊，很严重了这个，所以一有什么骨头痛啊，也要立刻看医生 ，OK， 也就是腰的问题，很严重了，很大讲讲呢，就是很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是瘫痪的 ，OK， 接着 ribs 还有 sternum， 大家 sternum 是中间这一片。之前我们讲哦，那个小鸟的 sternum 很大，你记得吗？很平啊，前面平平，很大片了。人类的 sternum 你可以摸到，就中间这样罢了。OK， 小鸟的 sternum 很大片，因为它的那个翅膀的肌肉要粘在那边呢，它用很大片去粘，因为它用翅膀飞嘛。人类没有用到这边的嘛，是不是？好 ，OK，
所以我们有肋骨旁边这些、啊、叫 ribs， 肚腩 rusuk， 中间这一片叫 sternum。 好，肋骨啊几对呢？全部你要记啊，12对啊， OK 啊， 12 pairs， 他们会连接去那个 thoracic vertebrae， 连接去后面的 vertebra thorax， 就是后面的脊椎骨， OK， 有关节的啦大家。然后呢12对里面啊，大家你看啊，等下我滴滴掉下啊，12对里面有一个重点啊，7对是连着中间前面这个 sternum 这一片东西，有7对啊是连这个 sternum 的、啊、有7对是连着它的，看到吗？然后呢7对连着 sternum 3 pairs ribs more ribs 啊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connected by cartilage， 有另外的3对啊是用那个软骨连着的，最后2对是挂着的， OK， 最后2对是自由挂着的， OK， 我画画给你先啦， OK， 第一个肚腩如说了一本三本十圈第二两双也是 Rat 1 软骨啦哈，连接着 7 pairs of ribs attached to the sternum directly， 直接连着中间的 sternum， OK， 有3对是靠软骨连着，最后有2对是将空挂着的，最后有2对啊是空挂着的，最后2对是12 OK、然后呢 sternum dan tulang rusuk， 所以这个 sternum 还有这个肋骨啊，当然主要的功能就是保护心脏和肺，知道吗？这是最重要的了，他会问你的，来做梦啊，保护心脏和肺， OK， 大家在吗？立即 OK 吗？有没有听过哦？有个非常够力、很够力的一个手术啊！啊，雪拉，雪拉在哪？哎，雪拉在哪里？哎，雪拉在哪里？哎，退出去哦。OK， 不要紧。有个很够力的手术啊，他国外的啦。OK，Malaysia 没有人这样的，我看他们要做那个芭比娃娃，就是他们要做人。讲一下真人版芭比娃娃，然后他们就去做，其实芭比娃娃的比例啦是很不健康，不是不健康， 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知道吗？所以就是很不好的，所以过后就有很多争议啦，就是不要再设计这样的芭比娃娃了，这样嘛。然后可是 OK， 这个 我们讲回这个人有一些人啊有点问题的，他们要就是要成为真人版芭比娃娃，所以他们就去做手术了， OK， 当然隆胸啊那些是很正常啊，隆屁股哦，你知道吗？胸要变大，屁股不要变大。还有一个重点是做不到的，就是腰变到很小，因为如果是根据芭比娃娃的比例啊，他的腰是太小了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那个腰怎么变小呢？有一个比较 extreme 的手术，就是啊他割掉肋骨的不懂几段，就是下面的肋骨割掉它，肋骨来割掉它，所以我不知道它割第几段啊， OK， 照理来讲会不会是割11跟12呢？所以如果肋骨割掉了啦，这样没有骨头了吗？你的腰不是很容易缩咯，是不是？就这样咯，有点恶心哦，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哦？是这个是真的啊，这我不是在讲故事啊，是真的。OK 啊，还有刚才后面进来的人啊 ，OK， 他讲呢，还有这个是一个重点啊，你要记得哈 ，OK，baby 275根骨头出生的时候，大人就剩下206根，这个你懂哦，有学过了是不是？立即这个知道了吗？有听过了是不是？有吗？立即，成人的骨头少一点了，周末。不知道，没有听过啊。成人的骨头少一点了哈，因为连接在一起哦，知道吗？因为哈，所以 baby 出来的时候，他很多个骨头啊，是因为全部还是分开的。过后在他成长的当儿呢，他就会粘在一起了。有一些骨头，比如说头骨啊，单那个头骨还就会蹦好几块粘在一起了，这样咯。所以一个人成年过后呢，会剩下206个骨头。注意啊，刚进来那些啊，该我们讲了这个。好，大家，现在我们看啊，第二组的骨头叫 appendicular skeleton， OK， rangka appendage 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你的肩膀，对不对？上面这一根全部名字你要记啊 ，OK？ 讲真，这个我不懂怎样帮你去记的啦哈，因为哦，这个啊，我只能跟你说，你要往有趣的方面去看，这是你的骨头哎、欸，你只要有一点感兴趣哦，你这样看看一下，你就会记得了的。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因为骨头的真的是没有特地去。啊，因为我们不是在学医科还是什么吗？没有这样难的，我们学的东西就好这几个罢了，还蛮常看到的嘞。讲真，这些骨头的东西哦，你要学这样的话，改天哦，你在医学上啊，你去见医生什么，你也是大概有个概念嘛，你知道吗？很有趣的，所以你看看一下，你会记得了的。这里叫 clavicle， 你知道吗？凸出来的地方哦，这个骨头的那个 clavicle， 哎，现在不是人哦，这边叫什么呢？哈。中国时尚的身形，他要在这边养鱼了，所以看你这边有没有这个骨头出来，因为这个代表美，你知道吗？你要瘦到有这个骨头出来，哎，这个不健康啊，我讲不了啊 ，OK？ 然后他们有什么要瘦到哦，那个 A4 型 A4 纸的腰，对不对？各种的，那种有的没的啦。锁骨，对对对，那锁骨可以养一条小鱼在那边、哦、就是很美的。OK， 讲废话不了，把这个是那个锁骨那边讲哦 ，clavicle， 然后这一片东西叫 scapula， 你可以大概摸到，因为我们的肌肉是粘着在这边的，这样咯。OK， 还有这个是我们的手的骨头了啦。第一啊、我们的手的骨头第一根叫 humerus， 大概可以看一下，看一下什么？不是锁骨装硬币哦，锁骨装硬币啊。哦，是哦，好像也是有哦。我看到的是那个锁骨装鱼，他就放水在那边，然后放鱼在那边，小鱼啦，当然很夸张啊，很奇怪的，有的没的。所以手的大骨叫 humerus 啊 ，OK。下面其实有两根的，一个叫 radius， 一个叫 ulna。好，怎样分啊？你看啊，大家你看怎样分啊 ？radius 是接大拇指的，大家你记一下啊，全部人注意啊 ，radius 跟 ulna 怎样分啊？不要记左右啊，因为你要看左手还是右手嘞。radius 是借大拇指的，你可以自己画一下 radius 借大拇指，看到吗 ？radius 借大拇指 ，OK， 哎哎 ，OK 啊。然后 radius 跟 ulna， 所以 radius 这样借这下你的大拇指嘛，是不是？另外一边是ulna 咯 ，OK。那你的手哈、哦？手掌啊，里面呢、啊、叫 metacarpus， 手指外面一点哦，叫 phalanx，OK，phalanx，phalanx，OK、okay? okay。然后呢，还有这个手腕这一边呢、啊，还叫 carpus， 嗯，就是这样了，大概 OK。我讲完那个骨啊 ，OK， 我讲完上面这个骨手骨的先，sorry， 那个肩膀的先，变回手 ，OK。所以呢，肩膀啊，十八上人工按 pectoral， 肩膀是一对，对不对？Pectoral girdle， 鲸鱼也是有、哦、大象也是有，人类也是有，所以我们有一对。这个 pectoral girdle connects the upper limbs 啊，英文啊，刚才我在讲啊，英文啊 ，limbs 就是手脚，所以 upper limb 就是上面的手脚，就是手啦 OK， 它连接手啊 ，to the axial skeleton， 连接刚才那些，就连接你的那个中心，就是头骨啊，哦，脊椎骨啊，还有肋骨咯，所以它把我们的手连接过去，这样的意思。The pectoral girdle consists of the clavicle and the scapula， 所以包括了 clavicle 还有 scapula， 就是这样吧 ，OK？ 啊，它包括了啊 ，dulang clavicle， dulang scapula， 说、so, 手骨啊，大家，英文啊 ，upper limb 是手啊，我讲了啊 ，OK？ 所、so, 以 upper limb 有 humerus， radius， ulna 等等等等 ，OK？ The end of humerus 啊 ，that is a ball shape。注意啊，大家，Hujung humerus 啊是圆形的，它有一个圆形的关节 ，bersendi dengan lengkungan pectoral。OK， 注意啊，这里呢会有一个圆形的关节。OK， 重要的哈，这个为什么还要提到这个东西呢？大家注意，关节有两种啊，有一种呢是，怎么还没有那个笔？有一种呢是可以动360度的。有一种呢，只可以动90度的，这一个可以动几多度？请问，这一个可以动几多度？自己 testing 一下就懂了。这个关节可以动几多度？嗯，看一下啊 ，Yes， 可以动360度哈、哦，就怎样都可以动，是不是？90度的哈、哦，基本上在手这边就是哦，是不是？你的那个下面这一边。这个就是90度罢了的啦，对吗？左右不可以的哈，
可以一点点的。其实你真的在动左右哦，其实是你的上面这里关节在动，对不对？所以啊，关节就是这两种啊。所以这个他讲到圆形啊，就是因为它可以动360度。他是讲哦，它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关节，不是伸臂，伸臂是关节啦，其实 OK 啊。它是连着刚才的我们的那个锁骨那边的咯 ，the lower end of the humerus， 所以 humerus 下面这个手的大骨的下面呢、啊，就是跟 radius 跟 ulna 有关节的 ，OK 啊，然后 radius 跟 ulna 下面呢，它就跟 carpus 有关节 ，carpus 就是那个该我讲手腕啊，啊 ，dulang metacarpus 是手掌 ，OK，dul 这个 metacarpus bones 啊是 palm 是手掌。你可以写华语啊，OK，这些这个是手掌，palm，掌，那个什么大坝档案，这个字啊，OK，然后它就跟那个还有什么东西呢？metacarpus 是大坝，phalanx 是 jari 来的，phalanx 是手指来的，就是这样，OK，我们看臀部到。那个脚了啊，屁股到脚啊，OK，说臀部啊，这个屁股叫 pelvic girdle 啊，基本上呢，这个哈、哦，为什么屁女孩子的屁股比较大啊？你知道吗？女孩子的屁股是比较大的，不是只是肉罢了啊，OK，第一就是因为多一点肉，因为要支撑嘛，是不是？第二是哈、哦，生了孩子的哈、啊、会更大，因为这个骨头会打开的。所以，哎，所以你要去感恩一下你妈，知道吗？OK，生了孩子呢，他的痛不是只是皮肤上的痛，因为骨头也这一个骨头还会打开的，所以他屁股会更大一点。不过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基本上正常的都就是讲大致上都是这样啊，这个会打开这样的。所以这一个 pelvic girdle 呢，它是跟 ranga baxi 有连接的，它是讲 OK 在那边有关节有连接。就是你的 exoskeleton 啊，有关节有连接，冷知识，什么冷知识？然后呢，这个就是它就会形成两个 pelvic girdle 呢，它就会形成sorry，这整个东西叫 pelvic girdle，它是由你的一堆 hip bones 形成，你的臀部的骨头形成的。sepasang tulang punggung，OK，所以这个它的重点，大家来重点，这里有功能啊，支撑体重。保护尿袋，还有繁殖器官，OK，支撑体重，保护内脏，在这里有什么内脏啊？尿袋和繁殖器官啊，大家，哦，真的啊，很特别哦。你是 OK 的，我在 chat box 那边看东西啊，其实你是浮在水面上，面部朝天，因为屁股大，哎，是咩？屁股大不是屁股向上的咩？这样。哦，屁股大会沉，是没？说如果那个人呐、啊，OK，胸部大过屁股，这样他就是会倒转回来了，是不是？哦，哎，就是讲哦，如果我们掉进水啦，全身放松，其实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会向上哦，是不是？不会死哦。奇怪的知识又增加哦，男士是倒转的，所以是。男士也是屁股大啊，他是不是？面部朝下，为什么？所以啊，大家有得空有什么冷知识？我们要分享一下，知道吗？因为现在的知识哦，这种知识是书上学不到，你老师也不会懂了。我跟你讲，没有老师会懂这种东西啊，所以你老师刚好看到跟你一样的东西，全部东西都是在网上我们可以学到啊，有各种各样很有趣的知识，大家可以分享一下。OK，我们再看这一个角的犯罪书，对哦。很有趣，这个哦，这种骨头的东西应该跟很多我们讲什么犯罪那种啊有关系啊，是不是？刚我们在讲啊，那个脸的骨头啊，还要找回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啊？现在的科技也是可以跟他重组了，不过不会知道他长几多毛啦，你知道吗？他的胡须有没有这些就不懂啦啊。不过那个脸型就可以出来哦。OK，lower limb 我们可以看一下啦。所以啊，大家全部人注意，这边有没有写？没有。
全身上下最坚硬的骨头，这个全身上下最坚硬的骨头 femur， OK， 你的、大腿骨。所以、就是做戏了，也是很多东很多知识都是这些地方来的哈。他看到那个人哈 ，OK， 比如说啦，哈，那个小孩还是怎样啦 ，OK， 或者是青少年还是怎样啦，所以他进院哦，然后是他的 femur 断掉，他只是跌倒不了，他 femur 断掉，他们就怀疑这个人哈应该是骨头有问题，要不然 femur 是不会断的，就跌个倒 femur 就断了，那不太可能，或者是如果是 femur 断啦，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意外才会断了。因为全身上下最坚硬就是 femur， 是没有那么容易断的，照理来讲，那么啊 ，OK， 所以要记得啊 ，femur 啊 ，OK， 下面是什么是什么可以看一下 ，OK， 所以呢，下面的骨头包括这些 ，OK， 脚的骨头啊 ，the upper end of the femur 也是 ball shape 啊 ，femur 的上面也是一个360度的一个球形的关节， 360度是哦，对哦，上下左右可以转哦，是不是啊？OK， 跟那个刚才的臀部连接的咯。Femur 的下面就更好，脚是 tibia 跟 fibula 两个啊，所以这个脚的就比较直接哈，你会看到大跟小 ，tibia 比较大一点、粗一点，对不对啊 ？fibula 是小一点的、幼一点的。OK， 所、以 tibia fibula 是小腿 ，buttis 是小腿啊。马来文注意啊 ，OK， 我们要看一些重点资料啊。Tibia and fibula are the bones。Of the calf， calf 是小腿，牛也是小牛也是叫 calf， 小腿啊 calf， OK。再来，他们的下面呢是tarsus， tarsus 就是你的 ankle， tarsus 啊就是你的本个脚腕呐、啊，是吗？ tarsus 就是你的脚腕， OK。metatarsus 是脚板， metatarsus 是脚板啊，对吗？然后一样咯哈，metatarsus a bone form the foot， 然后呢那个 phalanx 就是脚的脚趾 ，okay phalanx 是 bone of the toe， 独狼 jari kaki 就这样吧。还有你的那个这个叫什么骨盖啊？这个啊，膝盖叫 patella， 膝盖的那个骨头叫 patella，okay， 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到哈，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骨头罢了啊。软骨我们没有真正在学啊，不过呢每一个关节都有软骨，对不对啊？这些脚啊也肯定有软骨嘛，对不对哈，都有软骨的。 OK，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大家 OK， 实心的骨头就是骨头里面满满的东西啊 OK， 整个骨头都是骨头，我会讲什么啊？还有空的骨，中间空洞的骨头，大家 ，OK？ Compact bone， 还有 hollow bone， 小鸟的是 hollow bone， OK？ 我们看一下，这里讲的是哈，这个女孩子在问哪一个骨头比较强壮、比较强大 ？OK？ 是实心的呢，还是中间有洞的？所以他讲，哎，我们也不确定，我也不确定耶，我要做一下这个实验。他说，大家，这个其实我也是想了很久。其实他的那一个概念啊，他写到有一点问题，我要给你看啊 ，video 啊 ，compact bone and hollow bone。所以你猜 ，compact bone 强还是 hollow bone 强 ？solid 还是 hollow 啊 ？hollow 是中间有洞的哈 ，OK， 这里也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好像在问废话，对不对？其实不是废话了。等下我开声音一下 ，Yeah， share sound。Basically, that means red bone is probably 600 years old, Christian. It's the sort of thing that an archaeologist finds in an ancient grave. 哦，他讲他手上拿着那个大概有600年前，他讲。But the bone itself hasn't changed that much over the years. So here is a sort of more modern skeleton. See if you can find that same bone on the skeleton. Okay, let's see. Wouldn't go there because it doesn't look that much the same. How about right here? Like that. So yeah. What part of the skeleton is that? The top of the leg. Right, the top of the leg. This is the ball that goes into the socket at the hip joint. Okay, now look. 那个圆形的关节还讲。Look at the other end.
Hey, it's hollow. Are you surprised? Yes, I always thought it would be solid. Well, as a matter of fact, it's a good thing it is hollow. In fact, see that sponge sitting over there? Mm-hmm. It's not really hollow like this because this one has sort of worn away. After all, 600... Okay, 其实它不是空到这样的哈。 里面还有那些骨髓啊什么，但是不硬的嘛，骨髓对不对？有没有吃过鸡骨啊？那些骨髓有吗 ？OK， 我没吃过啦，因为我蛤蜊的。好，可是骨头里面有东西，可是它是空的，对不对？大家，好 ，100 years old. When the person was alive, the inside of the bone was filled with a spongy material, sort of like this. 对哦，你知道他讲么？所以它其实里面好像海绵浆的嘛，是不是就是那骨髓浆的嘛？所以如果你看到鸡的骨头啊，有人吃骨髓的，所以他们会跟它吸出来咯，哈，啊，羊的骨髓好像也是，我是挺乖，是牛，不懂啊。所以我们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一个还会空掉，是因为这个是死了很久了嘛，对不对？这个骨头哈，它里面的东西已经没有掉了，但是里面本来是海绵的，我们现在啊哈。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because inside those little holes in the sponges. Your body makes various parts of your blood and supplies various minerals for your whole body. So it's important that that takes place inside there.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the sponge is fairly strong, isn't it? Now to see, turn around here so that you can see it, because here are two rods and we'll weigh them. Here's a solid rod. Okay,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课本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问题的地方 ，OK？ 主要呢，我们会有一个实验是在测试啊，空的骨头比较厉害，比较强壮啊，还是实心的骨头比较强壮？但是重点是啊，这两个骨头不是要一样大小啊，是要一样重量的，就是有一样多的骨头啦哈。所以如果是一样重量来讲，这个细一点的哈，当然是实心的。 那个空一点呢，因为中间是空洞嘛，所以它比较宽一点哦。你明白我讲吗？可是两个是一样重的啊。 What does it weigh? Well, that one is a 1 pound. Am I seeing? Well, it's down just it's a little below one, right? Just remember where it is. We don't care exactly what it weighs, because here's another rod, but this time it's hollow. Exactly the same. About the same. 一样啊，一样啊。 Now we'll do some experiments by stressing it. So take the scale and put it back there. And there's two barbell weights back there. You want to bring them up? Okay, I see them. 所以大家注意啊，那个大一点的是空心的哈。可是他们两个是一样重，就是讲有一样多的骨头啊 ，OK？ Okay. See, the barbell weight has a hole in the center. So I want you to thread it onto this rod. Okay. I will stretch it between the table and the shelf over here. Bring it down to the center, and then slowly let go. Okay? Yeah, I think it'll stay. All right. Now that's the solid one. Now let's do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one that's hollow. Okay. Now, you thought that the solid one would be stronger. And remember, both of these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material in them now. Okay, look at the difference. I thought this one would be stronger than this one. Well, pound for pound now, or gram for gram, whatever is hollow has more strength. And it makes some sort of sense, because if you're going to stress it like this and bend it, the bigger around it is, why the harder it is to bend and stretch and so forth. And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have used this principle. Chair legs are made of hollow, aren't they? Because they're stronger, and pipe racks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 Okay. 你 get 到那个概念哦，这样看对吗？因为他的实验有点问题，我觉得。OK， 所以现在呢，大家全部人回来啊！哎，刚才那个 video 其实很重要啊。以前呢，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理解他的那个实验，我觉得他实验有点问题。OK， 所以哦，现在我们在讲啊，其实空心的骨头啊 ，OK， 骨头空心，为什么我们骨头空心啊？因为它有很多优势的，它的优势就是这样。这个，请你画星星在你的书上啊。